女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和振东一起回来的。妈，进来吧。是有风湿嘛，一变天就疼，所以特地带来药过来给您。哎，好东西啊！还有，这个是这个月的家用，还是我女儿对我好。妈，其实这个药是振东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。妈。最近雨水多，这天气变化快，您啊多注意注意。哟，是吗？哎，我这个老身子骨啊，可不用你操心。你呀，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业吧。要钱没钱，要是我女儿跟她前男友在一起，绝对比现在过得幸福。妈，你说，我和振东都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振东这两年挺好的，他靠自己的努力挣钱买房买车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女儿啊，你醒醒吧，就他那个样，能挣多少钱呢？我跟你说，你趁着现在还没有生孩子，赶紧跟他离婚。你放心，妈托隔壁的王叔帮你介绍一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不错，我也去他家过，他家好大，金碧辉煌。妈，宁教人打子，莫教人分妻。这个事就这么定了。阿姨，我知道您势力一直看不起我，我在这儿叫您一声妈，那是因为我尊敬。但现在你在我的面前劝六六和我离婚，您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我奉劝您一句，宁欺白须翁，莫欺少年穷，这以后还指不定会怎么样。言尽于此，振东，女儿，妈，您这样做不就是卖女儿吗？您要是再这样，我就不认你舅妈。好啊，我就瞪着我的火眼金睛，看你过得怎么样。行，那就走着瞧吧。漆黑男女用心创作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